Soul。奇怪，他吃东西都吃了，很美很美。年纪到了之后，我好像吃一点，我还是会胖。金姐他们说，妹你最近是不是要注意一下？发现对耶，因为裤子已经有点紧了。他发现好像啊，真的不行。那后来是辗转跟一个营养师的朋友在聊天，知道这个困扰之后，他就推荐我一个真的很棒很棒的产品。这个呢就是没有见过啊，超级夜酵素哦。这呢，他现在有号称一个就是夜代谢霸主的封号，他是 DS 的。你知道他现在新的代言人是谁吗？谁？木村拓哉。哦哇！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来说的话，就是我们都可能是睡前一定要吃宵夜，或者是我们录外景的时候，你到晚上其实还没有完全消化掉，它有个高活性的双效蔬果酵素在里面，对，可以帮你更加强代谢。而且它现在还有日本跟韩国就是双国专利的 GABA， 而且它直接帮你增量了200%，就整整多了一倍，还可以让你睡得更好，所以你隔天起来之后，你可以一身轻，然后你也精神奕奕。它就很适合可能在我睡前。吃很多东西，然后本身又不是很好睡的话，吃它其实很棒。而且它我自己还有很有感的，就是隔天的话会比较顺畅。哦，而且对女生很重要。对，而且我都是一个吃重咸跟重辣的，隔天起来都会超水肿。嗯，对于它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帮助。一个礼拜就有感了吗？我觉得有哎，因为我自己可能比较，我虽然说号称排泄跟很顺畅，但是我还是有比较塞的时候，那我就会加强这个。像这个啊，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淀粉会吃不饱的人，所以我的宵夜啊，我可以吃那个人家泡面嘛，是五袋吃五次，我是五包吃一次。你五包只一次把它吃完，吃五包泡面。大家都知道我在睡觉前的时候肚子还是很多淀粉类，那这就像是我肚子里面的淀粉，这还没有在一起消化掉的，对，就淀粉，水泄不通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倒进去之后，倒进去，来，神奇的事情来喽，来一拉，啊，这个就是我的肠胃开始蠕动，开始消化。变成稀了，有没有？天哪，这就比较的感觉。哇塞！这个我需要，这个我需要。而且它不会腹绞痛哦，它有98%的茶多酚，还有超级乳酸菌，所以它这个是健康的牌子。画面现在变漂亮了，对，所以它就它没什么妆啊。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侧面吗？走个台步，这个东西走秀 ，music。Yeah， 奇怪，他吃东西都吃了，很美很美。说多吃一点，他想说我已经吃成这样了。旁边两个伴舞跳起来了。对啊，偶尔放纵也没有罪恶感。对，一起来。